凯文·杜兰特接受采访表示，等他进入自由市场时，脑子里会想着钱，我会想着我要拿到的钱。杜兰特说，我从没得到大合同，我看到联盟里这么多人拿到大合同，我为他们感到开心，但我知道我也该拿大合同，这可能是我唯一会考虑的事情。杜兰特在2016年和勇士签下两年5430万合同，2017年又签下两年5300万合同，降薪接近1000万，今年夏天又签下两年6150万合同，再次降薪500万，三份合同均是1+1形式。本赛季杜兰特年薪3000万，排在联盟第11位。On Fire， 天朝最大摇的篮球 APP。